最近消息来看到，是蓝绿吵了许久的美牛案终于过关了。立法院临时会以63-46通过了进口美牛，将容许10 ppb 以下莱克多巴胺容许量。而在众所瞩目的政所税方面，也通过了国民党提议的版本，将从明年元月1号开始施行。未来只要台股超过8500点以上，就得课2%以上的政所税。梅林、瘦肉精，它就是动物用药，动物用药。用药本来就不应该存于人体的食物当中。为了瘦肉精美牛解禁，在野党直到投票的最后一刻还在挣扎。牛猪分离，排除内脏是一定要入法，不然的话，马总统讲的话就变成这个谎话。而喊得再大声，但无奈形势比人强，最后在野党和国民党终究是以46-63通过安全容许量的国民党版本。但是牛猪分离是国民党政策，一样在强制标示安全容许排除内脏，我们都以国人饮食习惯做最优先。牛肉争议暂时告一段落，国民党渴望松一口气，但不服输的民进党同样把焦点转到争议多时的政所税修正案。大大地地有名有实的政所税，第二个。立法院临时会，马总统下令避过的优先法案顺利通过，渴望暂时松一口气。中央新闻郑东宏台北采访报道。